少啰嗦，你是个奴隶，我新编来了50下，快快把锁人爽心，快呀，把锁人爽心，快呀，我打你，我打你了！好了好了，那不不好了，再见爸爸哟。我太奇怪啦，啊，你看我女儿呢，哎，我来给你闹小气哈。表面上这是一间正当营业的商业咨询公司，实际上却是0204电话俱乐部。由于它分工精细，各种类型专线都有，完全抓住了客户的心态与需求，所以它的业绩一直是同业中的佼佼者。而且公司内的每位0204女郎也都各有专长。你有一个 SM 女郎梦露哦，哎，没啦。伊哦，结婚证我50块呢。啊，那个啊，结婚证才35块呢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无法度吼，喺你外面的钱内底吼，哎哟，我都怎么办袂起啊？像眼前这名年约50岁的欧巴桑曹网腰。千万可别小看她中年妇女的魅力，举凡人生大事到谈情说爱，没一样难得倒她。再加上她那甜美的性感声音，让人有着无限遐想。至于她最值得骄傲的是，号称能在5秒内就激起客户的欲望，让客户在不知不觉中将账户里的钱全部流了出来。可是今天她却踢到铁板。我看人爱鸡毛骨，吐呀，死变态！梦露啊，要找你啦，啥线啦？喂，我是 SM 女王梦露，先打你50下，投币快放，别耽误我时间。沈梦露今年28岁，是这间公司最顶尖的电话高手。每当姐妹们遇到过于变态猥亵的客人，只要她一出马，立刻就将对方收服得服服帖帖，还乐在其中。下次打来一定会指明要梦露接听电话。杰克，这是一颗海洋之心。杰克，我刚将海洋之心丢在大海里了。林碧如25岁，最擅长角色扮演，这可是21世纪最热门最流行的玩意儿。内容就是与客户透过电话表演电影剧情来谈情说爱。许多人因不满足现实生活，或是向往电影里的美好爱情，就会将这种想法采取另一种方式付诸行动，而林碧如所扮演的就是这一种方式。尤纯纯22岁，才刚踏入这行业没多久，由于深爱男友，愿意付出一切，所以决定实现男友出国念书的愿望。后来透过朋友的介绍，找到这份兼职的0204工作。他目前仍在学习摸索当中，技巧略嫌生涩，所以归列为清纯一派。哎，那星星哪没来？算了算了，应该哦，有个好男朋友这边又会啊。而眼前这名有点娘娘腔的男子，则是这间八爪女0204电话俱乐部的老板朱俊仁。相当具有商业头脑的他，曾在一流证券行当分析师，因为判断与投资眼光准确，也赚了不少钱。可是他毅然决然辞掉工作，投入他极感兴趣的这一行。大家辛苦啊！我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了哦，顶个月吼，咱的业绩在咱这个同业当中嘞，咱是第1名呢。哎呀，这哦，拢是恁的功劳啦，所以哦，我足欢喜，决定今晚要请恁大家吃宵夜。上班，你上班哈、啊！那更上，后面。啊！
你是不是来抢劫的嘛？别瞎了，你敢不警察？那我没胆嘛。 张组长和警员们看到朱俊仁那副娘娘腔的模样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好，应该是问题哈，我要搁卡来了哈。要这么来哈，啊，你一天要几届啦？嗯，啊，一次要多久？嗯，啊，因为多少组？嗯，你搞什么？哎，你在做什么问题就好。哇，我是调查一间放疗放屁盖啦，哎。 这是哈健康哈调查问卷呢，哎呀，你放心好了啦，哎，你老贵啊哈，哎，这份就专门给我调查的。哎呀，糟糕哦，那来面坐，来面坐啦。